一个寒江，三校并立。我对我们寒江三校能够取得这样卓越的成绩，我要感谢我们的先贤的高瞻远瞩，后人的承先启后。今天的我们守着寒江这一盏华校不灭的明灯，是为了使到我们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地传承下去。寒江之名，因为一代教育家韩愈，因为朝籍人士兴学办学的精神，使他有着重要的传承使命和特殊意义。九十年前，我们潮州先贤，他们牺牲了自己，团结了乡亲，来创办寒江学校，发展到现在，有小学、中学、学院，确确实实是。我们要向他们付出崇高的致敬。林连灯，这是一个名留史册的名字。从目不识丁的小工人到热心教育的大企业家，林连灯成就了一代传奇。他率先捐献的33英亩的连理园，也让莘莘学子授业有成，立下百年树人的大业。因为有了广袤的校园，寒江得以在往后建立起马来西亚第一间在同一个校园内三校并立的学校。花开三朵，各展风采。林连灯翁，功在寒江，永垂不朽。这块地皮不能够做其他的用途，最要紧就是发展寒江华文学校。在我们姓李岩的责任，就是保管这块地皮，跟寒江董事方面来合作。这间学校呢，也不是我公公一个人创办的，所有的社会人士帮忙才有今天这个成果，所以我希望以后啊继续发展。寒江的征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学60年代拒绝改制，保持独立中学的身份，在逆境中求生存，到80年代的10年董教动荡不安所带来的创伤，一度让韩中举步维艰。当我接手的时候，看到整个学校的校务异常的凌乱，处理起来真的是要绞尽脑汁。这期间好在有诸多董事们，大家都能大力的帮忙，精诚合作，这点本人应该向他们深致谢意。所幸后继者的奋勇精神，寒江终于再次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而这位力挽狂澜与既倒的大海舵手，就是拥有寒江改革之父之称的甘斯里拿都陈国平局生。本人于1996年接任寒江华文学校董事长以来，在这期间，寒江虽然经历风风雨雨，但在董事、校友、同仁的齐心协力下，我很欣慰，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获得我们所追求的。比如寒江中学，他于2009年。荣获教育部鉴定暨颁发私立学校五星级作业评估表现奖。寒江学院已经成为全马大众传播的品牌学院。寒江小学每年都有耀眼的小六鉴定考试成绩。我代表董事部承诺，我们将不负先贤所托，继续发展寒江三校，
继续为国培育英才。在陈董事长的大力推动下，1996年开始了红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的振兴活动，其中韩江校友万人宴获得热烈回响，筹获308万的辉煌成绩。之后的十多年，在董事部的掌舵下，不但安内平外，更于1999年创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韩江学院。从此弦歌不辍，为国作育英才。潮州会馆呢，就筹了50万人民币，创作韩江教育发展基金。我们也协助在潮汕地区宣传韩中和韩燕，鼓励中国学生来韩燕念英文和文凭班，然后去欧美、澳洲深造。我的学校是韩江小学，它是一所又美丽又壮观的学校。我喜欢这里的老师，因为他们很好。我也喜欢这里的同学，因为他们友善团结。我希望他们可以做我一辈子的朋友。韩江小学成立于1919年，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可是潮州会馆内却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从简陋的学习环境到富丽堂皇的校舍，从百余名的学生到千余名的学生，韩小前后用了90年的时光。韩江小学在90年代进行校舍扩建，一座大礼堂、18间教室以及食堂成功于1998年建竣，并恭请当时尊贵的首席部长丹斯瑞徐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典礼。1999年，韩江小学庆祝80周年纪念，出版了创校以来的第一本创校特刊。2007年。韩小庆祝88周年，筹募了30万元的发展基金。韩江小学在我上任这10年以来，都看着它进步神速，也归功于他们肯创新、肯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教学，那么新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我们的陈华华校长。韩江小学拥有舒适整洁的学习环境，有效的行政管理与团队精神，卓越的 UBSL 成绩与课外活动表现，以及良好的学生纪律，已经让韩江小学成为滨州甚至全马的名校之一。如今的韩江小学一片欣欣向荣，为国作育英才。勤务工又韩江小学90韩江小学。一，我必须孝顺父母。二，我必须尊敬师长。三，我必须严守校规。四，我必须勤奋好学。五，我必须以礼待人。六，我必须洁身自爱。七，我必须遵从韩中校训，度与文行，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韩江中学成立于1950年，巍而雄伟的校舍自成立当初就被誉为全马最美观的学校。走过一甲子岁月的他，在风雨历练中更显风采。
历经数次整修扩建的冷气大礼堂，耗资近百万，提供学生进行聚会活动。全面冷气化的教室和电脑室，让学生拥有良好舒适的上课环境。两座设备齐全的科学馆，让科研项目进展顺利。具备奥林匹克水准的室内体育馆，于2005年提升设备，全面冷气化，再次站在了全兵运动先驱的地位。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于2010年迁馆装修，为韩中构筑一个新的书香天地。青翠阴绿的大操场是韩江的地标，挥汗如雨的户外运动中心让学生一展运动长才。供给丰富饮食的食堂提供均衡营养。안녕하세요저는한국에서왔습니다我住在韩江，这里就是一个家。每天我们都会一起上课，一起下课，宿舍生之间的感情都非常要好。韩中也是全兵第一所寄宿学校，1952年开始新建的宿舍，历经三次的变迁，如今三层新式的宿舍是由滨州中华总商会现捐，提供于家住远方的同学。宿舍生在舍监的督导之下，作息规律，养成自立自律的优良品德。欢迎来到韩江汽车维修厂。为了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韩中开办了职业技术课程 MLVK。这个成功培养了无数个专业技师的课程，甚至可以让学生选择到台湾或其他国家攻读相关课程，获取学士学位。同时创办商美班，让学生结合艺术和商业，拥有一技之长。韩江中学耗资30万元成立的扎实英语中心，致力于提升学生们的英文能力和水平，以让他们更具信心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也符合韩中三语并重的办学方针。随着电脑科技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传统教学已经不是传递资讯的唯一途径。2005年开始，韩江中学为了达至精明学校的目标，全面实践多媒体教学，以带给学生更优质的教育，激发学生爱学和自学的精神。我们董事会当时就有这个眼光，说以后的潮流会跟着这个 ID 的发展，而我们决定说要投资电脑的设施，让学生们都跟得上潮流。那当时我平时是有参与这些电脑的业务，所以我义不容辞的就领导了这个计划。韩江中学并于2009年荣获教育部鉴定及颁发五星级卓越评估表现奖，这是全兵唯一一间获得此殊荣的学校。曾经教导我们的老师，祝贺本届
校友联谊大会成功。韩江中学秉持团队、勤奋、远景、创新的精神，荣获马来西亚教育部所颁发的五星级卓越学校奖。韩江中学全面开放，迈向全球。韩江学院是现任董事会本着承先启后的精神而创办的。作为民办学院，韩江学院在各方的协助下，以培养大众传播人才而闻名全马。Action！为了迎合国家发展的需求，韩江学院从新闻班拓展到其他科系，如商业管理系、多媒体电脑资讯系、提倡终身学习在职进修概念的持续教育中心、中文系、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最近我们在维修这个文化馆，扩展到一万方尺，大约一万多方尺，那么可以说达到全马最完善的华人文化馆。是我们要做一个名人馆，我们走进来就是两个门，那么一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华人的社会的历史。为了扩大阵容，韩江学院特别设立韩江华人文化馆，致力于华人文化的传承。欢迎来到韩视中心。而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的创立，更让韩院迈入了新的里程碑。这个全国首创的网上电视以及新闻网站，带动韩江学院大众传播系的学生参与制作节目以及采访新闻，训练学生成为新闻主播、记者、编辑、摄影师、录影师、录影剪接人员以及主持人等大众传播人才。目前和韩院缔结伙伴关系的国内外大学高达40多间，覆盖面广，选择性强。于2010年开办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英国福伯汉顿大学以及英国伊塞德大学的3+0课程，学生可在韩院修读并考取该大学的学位文凭。从2010年开始呢，我们学院的文凭班毕业生可以在不需要出国的情形下，在韩江学院继续念3+0学位课程，以考取澳洲的南昆士兰大学、英国的胡佛汉顿大学或者蒂塞大学的文凭。我相信
韩院的前景会更光明。韩江学院的成立是韩江新的里程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韩院将阔步向前，迈向大学学院的道路。韩江学院欢迎你。韩江学生是饮水思源的，这种反腐之心是只有华文教育才能培养出的高尚情操。两年一度的世界联谊会将这种精神贯彻始终，出钱出力为母校的建设做贡献。在一甲子的今天，在董事部的领导下，槟榔与韩江校友会协办的万人宴也提供机会让各地校友齐聚一堂，见证母校的发展。韩江干路，一甲子奉献，桃李皆动人。这是韩江华文学校的骄傲。一个韩江，三校并立。韩江六三六四三五。卓越的学生来自卓越的学校，走进韩江，他的未来会更加灿烂。